箴言25:11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合宜的原文是合宜的时间、处境的意思。说的原文时态是被动分词，是指持续不断的意思。所以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是指要常常在不同的处境说合宜的话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可能是指一种装饰品，而非真的苹果。此处是用精美的饰品来比喻美好，因此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处境说适切合宜的话，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是何等美好的搭配呀！